三门峡又有两处入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全国新增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共762处，另有50处与现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合并。小函古道石壕段遗址位于三门峡市陕州区峡石乡车壕村境内，距三门峡主城区36公里，为古代中原通往关中的咽喉，是东至洛阳西达长安的交通要道，也是我国古丝绸之路上一处极其珍贵的文化遗存。一、陕县安国寺位于三门峡市陕州区西里村乡原上村，现存明代建筑64间，是豫西所存规模最大的古建筑群之一。山门前古道是我国古代由洛阳至长安的必经之地。十、布罩寨遗址位于三门峡市渑池县坡头乡布罩寨新村南侧，是我国黄河流域发现和视觉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之一，也是一处以龙山时代遗存为主体的古文化遗址。